可这么说我，是你夺走了我的儿子，从头到尾是你自己做错。四阿哥有你这样的生母，极易受到连累，皇上爱子心切，才会将他迁到承乾宫。你若是真心为他好，就不要再惹事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什么皇后，什么余贵人，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没有。我不过是代人受过，是你自愿投靠高贵妃，也是你出谋划策，甘当先锋，现在又能怪谁呢？贵妃，刚入前邸的时候，她不过是个使女，比我还要低上一等，可是很快就因为父亲在朝中得力，由先帝亲自朝拔为侧福晋。后来皇上登基，一跃成了贵妃，全家抬入镶黄旗，凌驾于众人之上。而我呢，无爱无宠，无依无靠，好不容易生下了四阿哥，也只是进了一个家嫔。你说如果我不依附他，我如何保全我自己？我如何保全我的儿子？正因为我给他当先锋，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全部都得到了提携。你对永成顿的下狠手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人儿娘。我要先活下去才能照顾好我自己的儿子。你们不懂，皇上也不懂，他只会怪我狭隘，怪我恶毒。为了永成，为了我的儿子，我可以去做高贵妃的一条狗。他让我去咬谁，我就去咬谁。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这世上还有谁比我更爱我的儿子？还有谁？可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，是你们夺走了我的儿子，夺走了我的希望。我今天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话的，我只是想问清楚，怡亲王向皇上告密，是否是高贵妃的主意？我在问你话呢，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事已至此，我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没错，是高贵妃指使怡亲王，让他去向皇上告密。所以我家破人亡，都与高贵妃有关。错了，全都错了。灰发那拉氏家破人亡，都怪你自己呀，贤妃。是你故作清高，拒绝贵妃延揽；是你鬼行举步，不肯替你父兄求情；
是你冷酷无情，害得你母亲撞死神武门。你在这紫禁城，这都怪你自己，混得连狗都不如。你对得起谁呀？回巴那拉，家破人亡，这都是你的错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生了你这个无能的女儿。就如今日一般，若非纯妃解围，你还能这样轻松过关吗？凡无能者皆被人践踏，这是你一败涂地的原因。那天我见乳母给孩子喂肉羹，你欺辱所怀，所以我就约纯妃来品尝。